就好。嗯，我牙疼。我去拿药给你。不行，不许走，陪着我。谁打给你的？卷卷。你在这里接。喂。嗯。好。跟他说。嗯。好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说很想你。真的假的？才不信。你干嘛跟一个小孩较真啊？那，你不是说我也是你小孩吗？怎么，现在不是了？只要你愿意，永远都是啊。你把老家地址留给我吧。干嘛？全全在画画方面还挺有天赋的，我想给他借点画材，让他一直画下去，可以吧？休息一下。那天是妈妈做的不对，妈妈道歉。冉冉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要在外面待太久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和妈妈好好聊聊，好吗？我心里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，我开始害怕，我怕自己的病情会复发，我怕自己就像这条鲸鱼一样，我救不了他，也救不了自己。我爱小韩，我不想离开他，我无法想象如果他知道我有病，他会有多难过。也许我该离开。
可以帮你再买一条啊。或者我准备大一点的鱼缸，这样你想养什么鱼都可以。小寒，我明天要回家了。之后就要去西京了，也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记得想我。